今日拍了、即係我媽咪同埋我阿姨的 flashback 啦，咁我就做咗兩個啦。咁係好難，因為我媽咪本身是一個很温柔、好單純的女仔，咁阿姨就會比較憤世嫉俗啲嘅、惡啲嘅。咁咧突然間一下間由好温柔轉到去好惡咧，其實係即係可能都需要啲時間去排一排。今日其實有個替身去即係去對戲嘅，同埋都要對翻個位嘅。咁但係其實實際上咧，我係自己同自己做緊戲，即係因為始終其實替身可能佢冇感情嗰個情緒，因為其實我自己經歷緊我阿媽，亦都經歷緊我阿姨，咁所以嗰啲對話、嗰啲情緒啊、嗰個 intense 嘅感覺咧，其實係自己俾緊自己。即在創作呢個沙華的 flashback 的時候，都會想看翻誒嘉嘉係點樣啦。我慢豬沙華就最講道理。我豬沙華，我豬沙華就最講道理噶啦。得唔得？而家開始就會錄翻啲 payback， 我翻屋企再研究一下點樣將呢兩個角色做得更加鮮明同埋立體啲咯。希望可以即係越嚟越進步，因為今日係即係第一次咁樣啦。咁希望之後再拍翻呢啲場口嘅時候，可能又有啲新嘅啲睇法。